大家好，我是阿东。逮了一只只吃饭不长肉的山羊，还经常挑唆别的羊打架，羊羊的大爷看不过去了，今天办了他。挂树上晾干，麦芽糖、红醋搅化，刷羊皮上，一会儿这个颜色会非常漂亮。多倒点油，一会儿把羊炸一下。分割成小块，洋葱姜爆香，青红小米椒，花椒、麻椒、白胡椒、白芷、干辣椒都炒香了，灌瓶红油豆瓣，一块火锅底料，下入脆皮羊，清水，调味来点盐、冰糖、酱油，最后来点味精就行了。水开小火炖三个小时，小米椒、小葱点缀一下。来吧，开始造，尝尝。哇塞！又麻又辣，热热乎乎的，真过瘾。尤其是大虎皮，你看，真漂亮啊！皮都断烂了，这是啥做法呀？太贵了吧！脆皮烧全羊没吃过吧？没有。这大块肉，前几天吃手把羊排，一块就这么点，一点都不过瘾。早上买了半扇牛排骨，看着一根就好几斤。今天咱做个麻辣手把牛排，肯定能吃过瘾。慢点啊，太大了，赶紧倒。哇塞，这还是个雪花牛，越往里越肥了呀，你看。给它泡出血水，多来点花生油，一大块牛油，大葱、大蒜爆香，出来香味放入火锅底料，18种香料，花椒、麻椒、干辣椒，现在再放姜片，牛排倒进去，翻炒均匀。加入清水、白酒去除腥味，蚝油多来点，红烧酱油、盐、鸡粉，水开小火炖就行了。也太香了吧！秘制蘸料，现在天气冷，就得边炖边吃才过瘾。哇塞，这块够大的。烂火了。大块就是爽的，那必须的。